听过很多次，他让我很惊艳的地方就是防守，其实反而不是他的进攻，因为像刚刚北哥讲的这些数据面的东西，我们可以透过网络上的资料找到，但是从比赛当中的一些追防跟拼劲，那是我在热身赛最讶异的地方。是 ，Manny Harris 切入时脚有点滑，再给到上周表现非常出色的 Femi 杰米这个转身在中距离的飞的位后仰跳投得分，小心右脚差点，自己的脚可能也有点小扭，对。脚有点软，还好没有撇到。高顺义，然后再回给他，在底角，陈正杰防守，高顺义直接爆。